亲家宝宝们、舅舅二的小哥哥们，晚上好！看舞蹈就来992，全文记着。呸！打错啦！全文不是看舞蹈就来992。哎呀，广告词儿那什么词儿？谢谢我残哥，谢谢我肖啊！谢谢宝宝那个广告词儿那个，咱们啊看舞蹈不是。欢迎来到992星星秀，然后星星就在这里。我是麦序主播妖姬，思维丢了。对对对对，这衣服，这衣服怎么了？你说，你又要吐槽我是吗？然后呢，喜欢鸡的话呢，给鸡底下关注好吗？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黄星和电脑用户下方的直播时的通知可以勾一勾。咱家宝宝们，我今天晚上没开播，然后呢没有过真爱的，记得过一下真爱哈。睡衣出场强是那必须，也不看鸡是谁是不是？分点回去。淑女啊，好久没有在就这儿穿得这么淑女了，突然之间那么淑女，你们还习惯吗？有没有被我惊艳到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突然感觉来到了菜市场一样了。我哇，谢谢我海山么么哒，然后谢谢我肖，谢谢我残啊。海山，你的过真爱过得有点强势啊。行，咱们来第一支任务吧。你们要是有什么想看的，可以跟鸡讲哈，在公屏里扣一下。来，宝宝们，动了你们性感的小手指，公屏66走一波。记得那个打卡点心的小爱心点一点。场控认识我？废话，我们俩都认识你好吗？谢谢我海神，么么哒。来，小哥哥们，礼物可以在公屏走一波。我的个天，什么情况？你要干嘛？立天啊，你是不是要立天了？来了礼物在公屏里也可以走那么一波，一个一个都可以动起来。咱们666可以和小花花送一送。Hello， 彪爷晚上好，就叫小哥们晚上好，家宝们小晚上好啊。然后我们来接热舞吧。我们来一个什么呢？我们来一首黄梅戏吧，搞笑版的黄梅戏好不好？我这两天好像中毒了。飞扬又骗我，哈喽飞扬哥，你应该不是在跟我说话吧？谢谢我主唱小花花送的歌。苏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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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苏北，大声雷，咱们666走一走好不好？然后爱心也可以动一动啊，广告词下次要记得。好的呢，宋怡哥哥，你不要那么凶嘛。
刚这晚上走一走，手机用户左上角的小黄星和电脑用户下方直播室的通知勾一勾。然后谢谢沙井，谢谢小骗子，谢谢手绢新人哥哥，谢谢我们家海沙，谢谢其他所有的小哥哥们，还有小绢的小哥哥们送来的小礼物。我们那个有爱心的点一点爱心，小娃娃送一送，真的可以点下关注，么么哒。我们就只有这么一档，对，这么一档离开之后呢，我们可能就先回家了。谢谢手机 YY 新人，中樱，恭喜锦哥中樱花，锦哥中了吗？还没有吧？回去一会儿回去直播吗？嗯，那对，回去开本播，今天晚上不是没开吗？所以等会儿回去可能会开一下。你早点睡吧，你都熬成这样子，你早点休息吧，今天别过来陪我了。Hello， 网友晚上好，先提前恭喜，非常强势，666走一波呗，主播多大了？主播成年了。嗯，噔噔噔噔噔噔，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吗？哦，我穿这个衣服跳舞啊，真的是感觉挺别扭的。来，有什么呢？逃不出你的左右，像雨在下里游，明知道没尽头，却不怕头破血流。爱你是海市蜃楼，想把我伴游走，虚幻和无所求，第一次我真的情难开口，心跳在发抖，拥抱这片宇宙，那热烈的温柔，不放弃整个森林，留下眷恋和哀愁，想触见你眼眸，时间停止倒流，
应该去了葡萄酥，没有去，你怎么知道呢？行了，哥哥们，最后两分钟妖姬就要直接回家开播了。没有点关注的话，点下关注，手机用户左上角电脑屏幕下方。然后呢，谢谢秋风诺雨哥哥，谢谢佳哥哥，谢谢手游新小哥哥。我们再有两分钟就要离开这个992了，没有点关注的话点波关注吧。还有最后一分三十秒，我们来个什么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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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傻姐啊，希望咱家姐能有个好运气啊。跳什么呀？一分钟不知道跳什么了，谢谢宝宝们点关注。哈喽六儿哥晚上好，关注走一走啊，手机用户左上角电脑用户下方来这个吧，还是 DJ 的。3, 2, 1, jump。3, 2, 1, jump!